Move 音乐导赏团由我陈珊妮带团，这次我想跟大家介绍我的新专辑的歌曲。要介绍的是我的新歌，叫做《Dear You and the Boy》。然后这首歌很比较特别的是，这首是我跟张璇一起合作的一首歌，然后是由张璇作词，然后我谱曲。亲爱的，让你觉得爱情一定要有自己。就是我们其实认识那么久以来，就是我们是好朋友，但是第一次在创作上有合作。然后很特别的是，这一次在录音的时候，除了我们合唱之外，张璇弹吉他，然后我做编曲。我觉得这首歌是关于友情的一首歌，《Dear You and the Boy》。当身姿无常，一切总有思想。我要介绍这首歌叫做《无常》。然后这首歌呢，比较特别的是我在台湾的一次大规模的一个反核的游行，我去参与了这个活动之后呢，然后因为在游行的途中听到很多标语式的，或者是一直不断的在重复说非核家园啊、反核等等的，然后我都觉得好像军歌或者是很严肃的歌曲。我觉得我想要在那样的场合听到，因为我看到很多爸爸妈妈带小孩一起去参与这样的活动，我想要写一首温馨的，但是能够表达反核的意识形态的一首歌，所以写下了这首歌《无常》。想知道更多我的推荐，快点上 move.hk/musicguide 跟团。